其实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是我表弟何龙何大人与何福晋所生的独生女。何大人，那这么说，我舅爷他又骗我了。他是怕你不愿认亲才骗你的。那这么说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亲生闺女。我找的就是你啊。怎么又变成我了？我对外说呀，找亲生女儿那是掩人耳目，其实啊，我找的就是你。当年你父亲遇害的时候就嘱咐我一定要把你抚养成人，后来啊，我到府上照顾你，可是你已经被你的母亲送到你舅爷那儿去了。这事我听福晋说过，他说那时候府上竟是来认亲的。可不，我一看呐，这都是假的。您怎么知道的？你带着那把金锁是我打的，只有我知道他的模样啊。阿妈，您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想起跟我说这些呀？人呐，老了就爱怀旧。莲花从小没爹没娘，阿玛就是我的亲爹。好，阿玛在临死之前能有你这么一好闺女，是我的福分呐。阿玛，您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，您跟福晋先走吧，找个地方躲一躲，莲花收拾收拾就来找你们。我主意已定，我去。我就不信那姓孙的能把本王怎么样。李公馆，我得感谢你看得起咱兄弟俩，以后啊，咱俩兄弟就跟你干了。来，兄弟，咱们敬李副官一杯。来来，我说来，多谢李副官提拔。干了啊！今儿总算是挨过了姓孙的这一关，大家伙都不容易，我呀得好好的谢谢大家，今儿各位就都放开了，喝个痛快。谁也不许先跑了啊！来，啊，干一杯。好。那个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干嘛出去啊？难得有人请客，还不多喝两杯？就是因为喝多了，所以我要去方便。哎，看你趔趄的，哎，我陪你去吧。哟，我想死的时候你怎么就没陪着？我看这孙将军这回是真的打算对瑞王爷动手。他不就是看上他的王府了吗？要他的命干嘛？你想啊，这瑞王爷在京城那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，这人要是活着那宅子怎么抢？那瑞王的后人呢？一起做了。这孙将军心也忒他妈黑。黑你们是不知道，他也是秋后的蚂蚱，没几天蹦的。郭将军在前线叛变了大帅，咱们的队伍是一路逃亡。我看着姓孙的呀，八成是想抢点东西自己跑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我看到时候得多带点兄弟，去王府不能让他们抢在前面。别的咱不敢说，说到抢，谁他妈抢得过咱呢？兄弟，咱们到时候不去王府，不去瑞王府。他去王府抢了再多的东西，那也是他姓孙的。李副官，您的意思是，咱们去抄福贝勒？这福贝勒是个软柿子，咱们趁乱抄了他的家，抢了东西都是咱们自己的。就算抢不到，这账也算在他姓孙的头上。就是这些，王爷，这可是鸿门宴，您万万去不得。喜老板和莲花是朋友？是，我和生子是一个院的邻居。这可真是啊，匹夫无假，但道无真呐。只有这市井里头，才有这患难朋友。你们俩一定要好好珍惜，做一对好姐妹。阿玛，那您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？我去。
你们俩下去歇会儿吧，我也该歇一会儿了。走吧，走吧。珠子，嗯，真是辛苦你了，这么晚了，这么冷，还让你跑了这么远。我们是姐妹吗？莲花，那你阿妈到底去不去啊？劝不住，我觉得她肯定去。为什么呀？我也不懂，反正他们吧，特别在乎什么尊严呀、面子呀的事儿。哎呀，这都到什么时候了，要命还是要面子呀？没事儿，我再劝劝她，你别担心了啊。生子，咱不能丢下王爷不管呀。那我们怎么办呀？你自己的命最要紧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次咱们一定得帮帮王爷。不是王爷，是我阿玛。放心吧，明儿我拉着王爷去，有枪子我顶着。但是你一定得劝好王爷呀，千万别再较劲了，那枪比刀快。那你行吗？石大爷，吃包子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吃包子。石大爷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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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个包子全京城闻名，比当年的镇风镖局名气可大了去了啊。天和，哎，当年这个镇风镖局有你一半，现在我这个包子铺也有你的一半。没没没，石大爷，我拉车挺好的。真的，石大爷，他拉车啊，就是特自由，能满大街转悠。对呀，天和，京城好啊，啊，你算来着了。石大爷，我师父留给我那个金镖啊，让我给他媳妇儿打金链子了，这不是没镖了吗？所以来找您来了。没镖了好啊，那玩意儿留着是祸害呀。嗯，是石大爷，您听我说，我这次来是想跟您。借镖来了，您那镖还存着呢。早说呀，有啊，我那一箱子呢，我正愁怎么处理呢。等着，等着。哎，看看，都在这儿了。我再给你们俩拿点包子去啊。神贼，就这儿停车，就这儿停车。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你就是这王爷？对，正是本王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送你丧西天！啊！陈子，没事吧？走啊！碍事不碍事？住住！天和，哎，马上送他到协和医院。别理他，王爷，你回府吧，别敷衍了。我，快走，别管我啊，快走。哎，将军，您今儿可是高兴啊？那是啊，一会儿啊，叫他娘的有好消息了。哟，什么好消息啊？明天呢，咱们就给瑞三儿。送葬。哎，将军，小孙子，我来了。这是你的枪。我的枪？瑞奇兄啊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今天是请你来吃饭的，你整这么一出。如果真的有人要害你，你告诉我，我就帮了他。你自己心里明白，还问我干什么？大胆！王爷，您怎么敢跟将军这么说话？姓孙子，我就这么大大方方的走。有种的，你就照我背后开枪。
我瑞奇要是有半点含糊，就不是攻城拔寨真亲王的后代。哼！来啊，把王爷安全的送回家。是。出了什么事儿？王爷，别说了。生子，这王府门口怎么那么多兵？孙大，你看，是。孙长，咱们怎么办？看情况，他们这是要对瑞王爷下手了。王爷平时对咱们不错，咱们要不要叫上兄弟过去问问？嘿，你找死啊！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架势，这可都是全副武装的正规军。什么他妈正规军？就是一帮土匪，连土匪都不如。不行，咱不能去，咱要是去了，再让这姓孙的捎带脚给灭了。那咱们就在这干看着。你不能干看着，走。找没人的地方巡逻去，耳朵都给我聋着点儿。这可是王爷的一劫呀，王爷您吉人天相吧。他们呢？这么快就走了？
走。莲花呀，眼瞅着我们这一下就完了，你阿爸。一句话，生子是可以托付的。阿玛，您先别说了，您跟福晋赶紧走吧，从祠堂的后门走，现在还来得及。阿玛，这是？这是你阿玛何大人的，现在物归原主。莲花，你赶紧走吧。要走，咱们一块儿走。阿玛，可以先去我舅爷家躲几天。我不躲，我还没被他们榨干呢，他们是不甘心的。住手！孩子，你赶紧从后门走吧。不走，我要跟阿玛、福晋在一起。赶紧走吧，以后你见着这个门啊，就想起了我们，我们就知足了。大的子弹呢？已经取出来的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哦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兄弟，兄弟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好像有枪响吧。枪。王爷那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生子，你就踏踏实实养病吧。啊，王爷那边，我一会儿去看一趟。啊，你小心点啊。哎哎，哎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！
管去？要钱要命啊！啊，要命要命！啊，来来来，啊！滚吧！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孙将军，孙将军把王府给抄了。啊？那王爷呢？王爷和父亲都没了。这……哎呦！哎，莲花，快快进屋！哎呦！莲花。爹没了，还有舅爷呢。想哭呢，你就哭出事儿。是，还有我跟生子呢。呀，生子还在医院里呢。生子怎么了？我说我这晚上我怎么没找着他呢？你先别着急，生子。拉王爷赴宴的时候，替王爷挨了一枪，现在在医院呢。刚才一进门，我着急忘了说了，不过没关系啊。生子有种，赶明儿我也去看看他。我先回医院去看生子，你保重，回头你再去看，啊。天和，谢谢你了。啊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想开点啊。不行，我就拼了命，我也得把王爷和福晋的尸首给背出来埋了。给我回来，你疯了呀你！一个大姑娘家家的往死人堆里插，你回去那不是找死吗？说不定那帮孙子正找你呢，你先躲躲吧。王爷虽然不是我亲爹，待我比亲闺女还亲。我不能就这么不管了呀！你都知道了？啊，我都知道了。王爷出事前全都告诉我了。舅爷，你又蒙我。哎呀，莲花，我也是为你好。我不蒙你，你不去呀。哎呀，你看啊，王爷是有预感的，这就是命。莲花，人不能和事斗。今晚你受惊着了。先歇歇，明天再说。见莲花了吗？哦，找到了，我把他送到他舅爷那儿了。哦，那王爷呢？王爷死了，福晋也没了。
姓孙的干的吧？不是他还有谁啊？他还有军队呢。真是没办法了，好歹也是个王爷，说没就没了。哎，圣子兄弟，我给你找个大夫啊。我欠你的。说这干嘛呀？多见外呀！我底子好，睡两天就好了啊。哎哎，别起来，你躺好，好好歇着啊。见着你啊，我这伤就好一半了。送我回家吧，啊。生子，我要喝了，不是头疼啊。苦不苦啊？有你在，什么苦我都觉得甜。还瞎贫呢，赶紧把身子养好啊！以后见着枪啊，躲远点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以后见着枪我就跑啊！哎。你说这偌大的王府，一夜之间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还把你连累成这样。我没事儿，就是你得想开点啊！啊，王爷要是还在，他也盼着你能好好的。咕咕咕咕咕咕咕！天和，让你跑，哪来的鸡呀？嘿，嘿，哎，这不是给生子补补吗？刚买的，这个东西啊。一沾地儿跑得贼快，天和大哥，你挣那么点钱全搭我身上了，等我挣完了钱，一准还你啊！你说什么呢？哎，你现在当紧的呀，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！这点钱，我这把的力气多拉几趟不就回来了吗？终于能让我不拉车了。别忘了还有我呢，明儿啊，我上街接茬卖烟卷去。哎，那可不行，你是格格。什么格格呀！以后啊，谁都不许提这事儿。我还是卖烟卷的莲花。就送到这儿吧。你受累了啊，还得照顾生子。哎呀，客气什么呀？谁生子是我兄弟呢？再说了，就算我照顾不好他，还有关师娘，还有喜珠子呢。你回吧。哎，哎，对了，这个是我路过王府的时候看着他们正在拆房子，就拿回一个来，给你当做个念想吧。谢谢你，难得你有心。别太难受了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。上这儿干嘛来了？回去待着。好好的一个王府，就这么给糟蹋了。哎呀，可惜，200年的家业，就这么着要一块砖一块砖的搬到东北乡下，给姓孙的老娘盖个一模一样的王府。呸！舅爷，啊，王爷跟福晋的事儿。纠正错了吗？
那你说，咱们还能怎么着？姓孙的前脚做了亏心事，后脚就把王爷跟福晋埋在王爷家的坟地里。抬头三尺有神明，这种人长不了。我记得，当初您就是在这儿把我送到王府里去的。可不是。哎呀，绕了一圈又绕回来，就当做场梦。好什么呀，舅爷，你把我的烟筐搁哪儿了？扔了。留着那破玩意儿干嘛？晦气。不卖烟卷，咱吃什么呀？您喝什么呀？那生子病着呢，还等着钱用。你少往生子那打子眼里跑啊！生计的事用不着你发愁。王爷临走前，让樊四领东在琉璃厂开了个铺子，每逢初一十五让咱们过去拿钱。明天我就带你去看看。看来他老人家早就安排好了。他这大恩呢，我这辈子都报不了。你呀，能过好了，他在天上也就安心了。哎，靠着这个铺子，咱们呀，吃喝不愁。报告长官，东西都点好了，马上叫兄弟们送前门火车站拉回东北。全放武器库。不用，放武器库，不明白啊？怎么那么笨呢？这吴大帅马上要打进来了，这是给吴大帅的见面礼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谁愿意回东北？死在路上怎么办？你愿意吗？哦，是，副官深谋远虑，我当然和副官投吴大帅了。听说吴大帅是前清的举人，英国人可喜欢他了。哪那么多废话，快去！哎，是。哎，这店呢？东西呢？哎呦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给抄了！又是那姓孙的干的？他的副官，姓李的那个王八蛋，斩尽杀绝呀！那账上剩下点钱呢？没来得及藏，让那帮小兵给抢走了。什么世道，没法活了。舅爷，以后啊，我卖烟卷养活您啊。那点钱哪够啊？我花惯了，没钱花哪成啊？你也学学王爷，他老人家能从从容容的赴死，那心里得多静啊。咱就学个样，以后啊，踏踏实实过日子，甭想那些不实际的。说得好啊，咱呢，得自己养活咱自己啊。卖烟卷嘞！这不是莲花哥哥吗？大姑娘家的怎么出来卖烟卷？卖烟卷嘞！现在这年月，落地的凤凰不如鸡，要不咱也买两根。让哥哥给咱也点着，你瞅瞅人家那手嫩的。卖烟卷嘞，整包整包的卖，单根单根的卖。这不是格格吗？来一盒烟。小蜜蜂，王爷生前没少恩惠我们，我们跟土匪也较起劲儿，一点意思。拿上烟。钱您拿着，烟也拿着。有您这话，我心里暖和。这怎么行呢？拿上。
追！站住！站住！给钱！站住！跑什么跑啊？不吃东西白做欺人了。你就是活到一百岁，那也是白活。老黄，记账上啊！等我有钱了，第一个上你这儿来。卖烟卷嘞！哎呦！醉了！莲花，不行，我着急，我先走了。你回来，把烟卷给我捡起来。哎，我给你捡捡捡捡。哎，你哪儿跑呢？给钱。哎呦，我没钱。没钱，上你家去取去。那家都被抄了，人都跑光了，干脆你打死我得了。哎，你他欠你多少钱？一碗炒肝，两笼包子，一碗粥，五文钱。给您。姑娘，您是好人，谢谢啊。我可没让你给啊。我不欠你这人情。瞧你点出息，贝勒府怎么了？嘿，别提了，这孙将军刚占了你们王爷府，这李副官直奔我那儿就去了，我这冲巴的半天屁用没有。哎呀，这将来蹭吃蹭喝的也不是回事儿，你赶紧找份正经的营生吧。我找了，天天接人晃呀，没人用我呀。你也不缺胳膊，也不缺腿。拉车去吧，我跟你说。啊，拉车去？嘿，我堂堂贝勒爷，倒驴不倒架，我能干伺候人的活吗？那你就等着挨揍吧。不想饿死，你就拉车去。走，拉车，拉车。你老看我干嘛呀？我脸上有好吃的。你好看没？能顶烤鸭吃，香。给你个窝头，你当烤鸭吃吧你。哎，什么时候嫁给我呀？我想天天这么看着你。美的你。什么饭呀，这么香？哟，天鹅回来了。哎，吃饭吧，一起。好。你这可是沾我的光，我告诉你。哎，对了，天和，我让福贝勒去车行找你，去了吗？去了，我还教他拉车。不过他一见熟人他就躲，他还寻思戴一个墨镜，怕别人认出他来。不是，这位是坐车的还是拉车的啊？我哪知道啊？真是个爷。哟，都在呢。呀，珠子来了。生子，好多了？好多了。就是躺着太烦了，真想出去跑一通，出一身臭汗，舒服舒服。你呀，天生的劳碌命。来来来，吃水果，福建来的。哟，这水果真金贵，平时都很少见。兵荒马乱，你哪来的呀？坤书馆啊，总共啊就来了两箱。柱子，你没事去那儿干嘛去了？走个穴，赚点零花钱。柱子，你小心点啊！往那儿钻的可都不是什么好人。啊，没事儿，这齐爷捧我呢。柱子，饭得了，一起吃吧。哦，不了，那个鸿运楼还有个局，我这就过去啊。哎，我送你吧。不了，你吃饭吧，车在外面等我呢。你们快吃吧，我走了。哎，柱子。哥，哎啊！你这样可不行啊！啊，你得加把劲儿啊！加什么劲儿啊？什么加什么劲儿？你不想娶柱子吗？想啊！想你得想辙呀！你没事约柱子看个电影什么的，完了再一说这事儿肯定就成了。你还挺懂。不是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等我好了，咱也去啊！小心啊！怎么着？捡着漏了？怎么样，班掌柜？蒙出去啊，兴许换个大价钱。
您再仔细瞧瞧，就算仿也不是现在仿的。清仿，汝窑青釉三足瓷笔洗。您出个价，我匀给您。100块。您再多给添点，我是100块收上来的。范范，跟我你还没句实话，啊？150，不能再多了。书房里的玩意儿啊，不值多少钱。得嘞，归您了。哎，谢谢。哎呦，樊三儿，哎呦，可找到你了 ，long time no see。哎呦，陆大人呐，您甭跟我说洋文，我听不懂。有什么事儿您就直接吩咐。我做东，咱们边吃边聊。班掌柜，回见啊。才是我停泊的岸。